回复志祥啊，现在台电的人员正在做电线杆的清除啊，待会这个位置会是槽车空槽车停放的位置啊，把它并做一些现场安全的检视啊，距离约100公尺啊，这边是槽车翻覆的位置，看看能不能把它。好啊，据长春树脂表示啊，现场的那个化学物质啊有毒性，散火点也很低。好啊，就有做初步的植肉。现在它有一点点的在滴这样子。好啊，待会叫槽车来，请槽车来将它抽半槽，这样吊挂起来会比较安全。现场这个我们的三级分队的人员做 SCBA， 现在等，因为槽车来还有一段时间，先请人员先脱装，先做休息的部分，因为天气有点热。那现场有两线做防护。一大214147，回警出勤。哎，对关一大重要。好，现场来了三级51跟三级11。目前全线还没有封，要等槽车来才会封。